好。你看啊，在我们这个第三章讲到这个物质的物理跟化学性质哈，在记不记得在国中的时候，这一章国中范本它只是用一节来讲而已，真的，就是一节啊，很简单的一节哈。它是告诉你说什么是物质，简单讲，物质的定义是什么？物质的定义，哎。物质的定义是什么？居居有动量。来，声音啊。有个动量。然后嘞？有体积吗？没有。对，体积跟重量是它的基本，基本的架构嘛，就是有一个重量，然后有个空间，它占一个空间有个质量，它就是无论嘛。状态是，我们后来在分析物质，它有三态嘛。好，简单来讲，它物质三态就是，液态。气态、固态三种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有这三态？不知道。觉得呢？感觉上？温度会影响？压力。可是我问你，为什么会有这三态？啊？那就创造出来就有这种设计。原子移动怎么样？快慢。原子移动快慢。原子的什么？哎。原子耍白痴。哦。别人干嘛？别人在耍白痴。为什么有三态？啊、对，我现在有问题、啊。是你说。这学期开始怎么都没有参与度啊？参与度的家庭，帮帮忙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国中比较需要参与度的激励吧。就是说我们之前很可怜，是遭到蜜蜂袭击的时候，还认真上课得到的东西。是，那可是我们高中应该会更积极主动一点，对不对？哦，有，我已经超主动了。就会先上补习，那边看起来就是一直这样。好，为什么三态？解释一下嘛，加一点。固态是它有一定的形状，一定的体积。嗯，然后液态是它没有固定的形状，但是它有一定的体积。嗯哼，那气态就是都没有。OK， 好，那这三态，如果说一个是形状，一个是体积，那它们其中有一个东西是不管在哪一态都是固定的。对啊。其中一个性质。啊？都是固定的。那是什么？其中有一个性质，在这三态都是一样的。就是说，这东西好像从固态变成液态，那个性质没改变；从液态变成气态，那个性质还是没有改变。化学式不算性质，化学式就是它本质哈。好，它的本质，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，形状，一个是什么？它的组成元素你没有改变。对，体积。还有一个东西我讲，像还有一个东西，形状、体积，还有一个东西，它的这三态都是一样的。组成元素都一样的，对。但是那个东西，不能叫性质。密度一定不一样哈，体积改变了。它的原子量。原子量都是。它的某元素。它的重量。啊，它重量没变。好，不能讲重量，我们要讲质量哈。重量是。国一、国二可以讲的，到国三之后全部讲质量，质量跟重量不一样，对吧？对。质量跟重量哪里不一样？看你有没有在外太空课两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你在外太空课两东西的话，质量跟重量没有差。OK， 为什么？重力不同。重力不同。所以重量是什么？看你那个地方的重力有多大，重量就有多大。哎，你没有在听？你能说什么吗？有。你们完全同意吗？我在想，还在想吗？啊，志杰嘞，同意不同意？嗯，我不知道，那重量的话。重量跟质量是什么？重量都管你体积多少了，我就是有个人。重量跟质量不一样。我们在讲牛顿三大动力的时候，再提一下啊。当然，就是国中的时候就提过了，但是对，这两天
上礼拜他们即将考试的同学问我，然后问说你重量跟质量到底怎么区别？因为很难区别，对，把它当做一样的。虽然他们讲的还蛮清楚的啦，实际上重量是一种力，重量是力的意思，质量是板值，质量是板值，我说的是板值，就是说这东西它到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它的质量都没有改变，这是本质，清楚意思吧？哦，比如这个原子的质量，会不会因为你在所处的地方不一样，它的质量改变？不会，不会啊、哦。那什么是质量呢？如果就意义来解释它，或它的内容来解释它什么质量？数量吗？物质的数量，什么叫物质的数量？含有的成分，含有的成分，然后的重量，的重量。好，假设以化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陈昱说的说法是对的。简单来讲，质量就是说这个物质里面含有多少 AMU 嘛，对不对？含有多少个质子跟中子嘛，它总数就是质量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化学的角度来看，对不对？这个物质，你看这个杯子有多重？简单来讲，如果你有办法测出这个杯子里面所含有的中子跟质子数全部加起来，那它质量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从化学角度去做处理。那从物理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质量实际上有很大意义哦。这个跟 F 等于 mu 有关的，对不对 ？F 等于 mu 是电子中心提出来，牛顿提出来的时候，质量在这里嘛、哦。这质量的意义是什么？在这地方看出来质量的意义是什么？它所具有的量。所具有的量，当我知道它具有一个量了、啊，但是在这边，牛顿提出 F 等于 ma 的时候，给质量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？所以我刚刚陈昱讲物质的量之外，它给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？然后陈昱提出也给它加半点。啊，就是动电力的 FMA， 他到底说了什么事情？可以等于质量上加速度。对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它就是质量，就是一个没有加速度的力。没有加速度的力。我怎么没有在拆开？它这边是零的时候，这边是零的时候，这边是零啊。所以的力那个力也是零啊，所以没有力啊。好，简单来讲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质量是抵抗力的大小，质量越大的它越能够抵抗力，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样子是，质量越大的你去用重力推它，它越不愿意动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感受到吗？我像力一样大哦，质量越大的是不是加速越小？所以你可以简单讲，质量就是一种抵抗力的反应。我推一个东西，质量大的推不动，质量小一推就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从质量的大小，在力学的观点来讲，它就是抵抗力的等难易程度。好，就这个意思嘛。这物理跟化学也是有点不太一样嘛。好，所以这是质量。这个质量呢，在地球表面，它接受了地球的重力影响。所以地球的重力会对它吸引，地球引力又对它吸引，吸引的时候产生一个力，对这个物质产生一个力，这东西就叫重量，这东西就叫重量，啊，所以重量是一种力的表现，是一种力的表现。我们会觉得这东西很重，会觉得这东西很轻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力，地球对它的吸引力，这个重量在那边感受到这个吸引力，但这东西叫宇宙中外太空。所有的引力都离它很远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它没有重量。为什么没有重量？因为没有东西吸引它。这时候怎么判定它的质量大小？看它里面的 AMU 有几。很难算嘛，那是很难算的。最简单的它怎么办？推它一把。各位，我用固定的力推它一把，看它动得快或慢。动得快的质量小，动得慢的质量大。那简单 F 等于 ma 就可以算出，我当我知道力的大小的时候，我可以算出它质量多少，啊，所以重量你必须有一个引力来吸引，你可以用螳螂秤去称它，你可以用天平去称它，
质量没有办法啊，质量在没有重力的帮助之下，你的放流出的第二动力应该处理。好，所以三态里面呢，它的质量都没有改变，对吧？一个物体从固态融化变液态，再气化变气态，它质量有改变没有改变啊？好了，那它改变了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形状跟体积，它有什么东西改变了？还有什么东西被改变了？从固态变气态，固态变液态，sorry，固态变液态，变气态。可压缩性。可压缩性 ，OK， 可压缩性，可压缩性，或者可以说，是原子之间的距离或分子之间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讲，分子间的距离。分子间的距离改变了，有没有？啊，一点，我们加一点，啊，加了点就爆掉了。自己是要累积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？我们先。先吃，你可以拿去买饮料来卖。哎，免费那么多饮料来卖，这样如果可以变到三块，直接赚到，直接赚到四十块。今天有一瓶酒了，十。啊，十点加三点半哦，啊，哎，什么？简单来讲，这些东西就是分子间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分子间的距离。好了，那为什么分子间的距离会改变这个？其实讲那么多，在讲就是分子间的距离，或分子间结构会改变三态，为什么？它到底跟我们现在讲的化学，为什么这边把它放在化学来讨论？为什么？那到底是什么之间的影响？那我们刚刚不是讨论过所谓的这个叫做分子化物或者叫做离子化物，跟这东西又有什么关系？都在化学课本里。对，然后呢？这样讲的话，先扣两点。那为什么？糊弄我的手吧。都在化学课本里面，想一下嘛，为什么？它让你之间分子间的距离，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啊，就跟介质不一样，跟原子有关系，跟原子有关系，跟介质不一样。那再说清楚一点吧，我们继续往下阐述一下。它在这三个介质里面，它传导的速度不一样。等一下，这三个成语现在叫介质，这样说嘛，好不好？你的意思说？传递的快跟慢是什么来传递？分子啊，分子传递，分子怎么样传递？分子怎么传递？移动，分子移动，移动，分子移动的快跟慢，啊，所以移动需要介质，一个东西在移动，它需要介质的协助，不需要。好，那应该说环境怎么样？在这三个不同环境里面，它移动速度会不一样。耶、yeah, ，答对加点，然后下课。啊，态度不佳，扣两点。哎、我们可以先下课了，但是成语这个东西还需要再完整。